Stop me doing that. 太累，要不我们这边休息一下吧。哎呦喂！家人们看，今天又出来搞大事情了，搞大事情必须把阿长一起救出来，不然我一个人搬不动。这差不多100斤，这半是比较小吧，然后100斤，一斤差不多16块，1600了，也可以了。我自己折不得吃，折不得穿的，拿过来给他当饵料。走走走，我们还是继续吧。来，你这，在那边真是给他接了，搬过来，简简单单把头猪啊，才1600，也不贵哦，不贵哦，就当我们早吃了几顿肉，那我们给他扔下去吧，扔下去吧，这青菜地血不是不贵，是青菜地血，来吧，给他打我。简简单单，对了，哎，需要鱼货多多，来，等一下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大轩，一直在那边抽了。然后这个坑啊，好久没过来了。前次五天，我跟阿赞两个人抬了半头猪过来，给他在这边打我。啊，现在过了15天，赶紧过来给他盘一下，期待好货多多啊。那半头猪，我大全自己都折不得吃，我们期待占大货吧。那就让他在那边抽，我们旁边休息了，等抽干了，开始一起抓，走。哇，水中一块抽干了，然后看，满坑都是鱼啊！哇，水抽差不多，我们追给他关掉，还要再抽鱼，关掉，关掉，抓。来来来，直接开闸，下去。哦，看，哦，这边，赶紧来就看，哎，哇，好几次，哎，我的种啊，脏物，脏鱼，脏鱼，脏物，脏物，嚯，喷墨，喷墨，哎，最终放好，哦，哎，哇，这条，哎，跟咱们猛货打架嘛，看这眼睛都这，黑珍珠，脏物，脏物，哇，这边。嘿，吸头，哦，哦，来来来，炸锅，哦，嗨，来吧，你来吧，这大货，哇，还有啊，可以可以，哇，都是1斤多的大货，看来这半只猪下的效果可以，不过到现在还没，本钱还没出来，哎，我。哎咦咦，突进突进，哇，这就可以哦，上货，哎，嘿嘿，哇，嚯，这么大的黑鲷，可以上货，我这边先，这条主线，这条大哦，2斤多，哎，2斤多有了，赶紧进图，嘿，转圈圈的，马上，走了走了。这条，哦，这一条就能吃这半头猪不止了，可以1000多大猪，哦，猪吧，哎，差不多5、6斤应该是有了吧？你去，哎，哦，这条可以有，赌进，哎，进桶吧。哎，我这边又踩到什么？哇，幸好，大巨炸巨炸，幸好刚才手没伸到他嘴巴里面，这种麻烦。他有人是不换的，有大东西是不换的，不是有人不换的。哇，吓人！哎，我又踩到什么东西了？哇，哎，又一条炸鱼啊！哇，我可以，哇，今天这个坑赚了赚了！哎，又摸到什么？哇，吃吧！
我硬挑失败。我刚才那条大的四级哦，这条的感觉平常抓的挺高兴的，抓到大的，这条的失败感觉不怎么样。哇、哦，直接爆竹呢！我可能有看到，哇、哦，我的腰啊！估计最近韭菜吃太早了，啊、又看到一只章鱼哥，哇、哦，站都站不直了，给他停一下，镜头镜头，这条这条这条，嘿嘿，大黑钓，哇、哦，差不多年纪到，哇、哦，这边看、啊，又看到一只了，哎。大马鲨，战火战火，嘿嘿，黑钓，来，镜头，哇，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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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也有，这边也有，哇，哎呀，喂，这只可以哟，一斤多了，哇，谢谢，太给力了，今天发财了，今天不，喂，不发财多难呢、啊，嘿。哦，还钓还钓！哦，又又看到我了，我这边去摸一下，懒得看你往哪里爬，还钓！哦，哎，有镜头，哇，又一条还钓，还钓！还钓，可能抓了都一只来斤吧，我整个肚都满满的，我搬都搬不住。那感觉也没货了，都找遍。那我们就不找了吧，直接看中货。今天发财了，来来来！哇，感觉今天中货，我累得不轻了。这半只猪发的值，是吧？然后这是这黑钓，好像就有个十来斤吧。这么大的，一斤多的抓了好几条，就十来斤，十个千八百的。然后，哇、哦，哎，哦，还有蚂蚱，蚂蚱好像就可以，我看一下多大。哇，这大的。差不多抓了三四条吧，就可以也可以卖个一千多，差不多接近三千了。还有最给力的是这条石斑，哇、哦，这条也能吃个一千多，哇，今天应该这些我就不怎么赚。还有这个石斑，打得我满身都是水，今天什么都不赚，就三四千肯定是没问题的。还有最给力的是章鱼哥，大全今天回去又有韭菜可以炒了，哈，这章鱼哥，然后喜欢章鱼哥的家人们可以在九环车那里面去购买，那。抓紧这个，赶紧给他买回去。今天太刺激了，今天抓紧给他拿回去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拜拜，走了走了。